个下一首的歌啊，下一首歌叫做《不再见》。那你觉得不再见是不会再见到面，还是不会说拜拜啊？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说再见。啊，那我觉得是不会再见到面了。我感觉这首歌意思很多哎。好，那究竟答案是什么？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首歌曲的表演，《不再见》。耶，欢迎他们。等我一下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主唱兼吉他手武威，我的鼓手是玉琪。主持人刚刚是不是问说，到什么是不再什么不再见什么鬼？哦，对啊，就是再也不见啦。对，那开这首歌原因就，反正我相信在场每一个人应该心里自己都有个忘怀不了的故事。那其实也是因为这些故事，让我们一直记得自己曾经最初的模样。所以还是想开这首歌，而且它的后劲很强。好，那带来的就是《不再见》。